因为你的心刀就上停在那里。今天是四月四号，儿童节，也是清明节连假的第三天。我们来了这个圣德北路，啊，这边的彩色海域季，哦，非常的漂亮。你不像我就不像，要不像？非常的漂亮啊！今天是四月四号，儿童节。我们来到这个圣德北路，这个彩色海域季。进来要扫描QR code，实名制。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，对，去这边。好，来这边拍照的地方，来去，进去。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再一张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哦，今天的天气很好，艳阳高照，风和日丽，很适合赏花游。飞机来了。你都在看飞机啊？来这边，来过来这边，这边这边这黄色的海域，来来这边拍一下，看你拍什么大鸟了，看这边了，五四三二一，再一张，五四三二一，好，看他拍大鸟。拍大鸟，来这边，来这里，来这里，这个地方。往这边走，今天是四月四号，儿童节，也是清明，非常的漂亮啊。今天是四月四号，新儿童节，也是清明连续假期。今天星期一啊。来，过来。Hello。
你刚刚做的对吗？怎么样？那就拍照。好海棠啊，这个是好海棠啊，是吗？嗯，好海。往那边走。艳阳高照，风和日丽，很适合赏花游。为了防疫哈，口罩要戴好。走。大片啊，捞一捞就回家了。
大便。大便。是11:55。湖南美食区呀，早吃的。湖南美食区早吃的，现在会12:00了。你好，春天南城是火鸡菜成果。轻松好，我们能走啊？对，这样走吗？要不要？我们找到水桥。好多人哦。人满为患。这里是清理混土河的，清理混土河的呀。湖南有托啊？好面筋。又是做错了，我现在就基本有电脑做错了。给他木匠。人满为患，好多人啊！清明连假哈，哦，人满为患，超多人的这。这里的美食哦，五花八门啊，不是他才有卖啊！啊，从那边出去哦。还有卖香肠，吃起来都好了。香肠，哎呀，山猪香肠就好了。香肠吃起来好了，上第一大口嘞。
三只鸭，两只鸭是什么？好多人哦。今天的天气很好，连续假期有第三天了。今天星期一。哎，张宇，这新去的了。来，干完了，一晚上，等我一下哈。他一份多少钱？五十。一份五十啊。这波也好玩，经典啊！谢谢。来，来，来那边我，不好意思啊，等我一下哈。这个位置。来，这不是有人坐。现在的位置。绿色茶馆，现在肚子填饱了。桃园市西海休闲农业区游客服务中心。往里面走啊。我跑步，去那边拍一拍就好了，那边了。来，那边拍一拍就好了。到那边了。来，进来去。走，进来去。
去那边。别过来。他马路过去那边没有了，然后盖房子，只有这一个七块，只有这个七块有。这个七块，啊，这个七块，这样子，啊，这个七块，就这一块，这个七块，圆圆的，那个对面那边是美食区，那边也有一个美食区。雨伞开花了，打道回府了。过来这边。彩虹，彩虹哈，海洋花店，漂亮。
吃饱了，拿道回府。走。石林子九号铺。哪个路线？哦，你好。来到就是这么大吃的。进入园区需配合扫描实名制 QR code， 全程佩戴口罩。进入园区请配合扫描实名制 QR code， 请全程佩戴口罩。进入园区活动期间，进入展区自行车请先护骑车。进入园区，配合扫描实联制 QR code， 扫描 QR code 啊，实联制啊，扫描。进入园区要扫描。配合扫描实联制 QR code， 全程佩戴口罩。进入园区，配合扫描实联制 QR code， 全程佩戴口罩。再上好不好？这入园啊，这边入口就有了啊，厕所。先解决生理问题，然后再去参观。盖子都锁好了。你这两个不知道是有没事？